我看这一题啊，这一题他说哈、哦，这个神波的速度哈、哦，跟着神的张力啊，还有呢单位长度的呢质量呢有关呐、啊。啊，现在问到阿华跟贝塔各多少？好，那我们就做那个呢因次分析。啊，这 C 的话它是没有因次的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左边，它的因次是 L 呢乘以 T 的负一次方。啊，这个右边哈、哦，这力的单位是 m， 它、啊、乘以加速度 l t 的负二次方 ，alpha。啊，这个呢线密度，单位长度的质量，这 m 哈、哦，它、啊、除以那个长度嘛 ，l 负一，贝塔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对应一下系数 ，l 一次方嘛，这一次方是什么呢？所以是一要等于多少呢？阿尔法，啊减贝塔，哦，啊这样看呢，那个 t 的部分，哦，那 m 的部分要等于零，哦，那速度嘛，哦零 ，m 的部分哦，是阿尔法加贝塔，这加起来要等于零的，啊，再看 t 的部分，负一哈，要等于负二阿尔法，哎，负二阿尔法。所以呢，这个，哎，这个速度哈、哦，二阿尔法，这样应该通通满足了。好，首先你看啊，我们实际上看这两个式子就是可以晓得了。我把它加起来等于多少？阿尔法是等二分之一啊，没有错，满足第三个了，所以没有矛盾。啊，贝塔呢等于多少？阿尔法二分之一嘛。哦，啊，所以你贝塔移过去，二分之一呢，啊减，移过去嘛，二分之一减一是负二分之一啊，我加起来等于零，没有错。所以阿尔法等于二分之一，贝塔等于多少呢？啊，阿尔法等于二分之一啊，啊贝塔是等于负二分之一。我们看第二小题。第二小题的话呢，是说哈，空气阻力啊，这空气阻力跟速度成正比啊，那么这个呢比例常数 k 的因次多少？啊，所以 k 这个是等于阻力要乘以速度嘛，所以它对的因次啊，这力的单位是 ma 嘛 ，l， 啊 t 的呢负二次方，啊力的单位哈、啊。是那个 L， 啊乘以 T 的负一，啊不过是除嘛，所以是负一，所以它因次的单位呢是等于 m， 啊 L 是一次方嘛，好，啊一次方啊加负一，它就等于零，好，啊这个的话，这个是 T 的负二嘛 ，T 的负二加一就 T 的呢负一，所以哈、哦，这个就是常数呢它的因次。